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一、手有穿字掌的男人悟性极高，能够迅速的将别人的意见和经验吸收和消化，富有商业头脑，事业心比较重，自尊心也强，不愿意一辈子在别人的手下做事，因此会选择走上创业之路，从小生意做起，一点一滴都积累经验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二、穿字掌往往意味着精神亢奋，身体能量状态较高，有魄力，勇敢，精神思维强，悟性好，直觉性强，艺术感觉好。可见有穿字掌的人具有超前的意识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